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无法从手机应用程序所添加的优管视频功能的设置。好，首先我们先打开这个电脑，我们从这个优管的网站来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然后我们点击 Your Videos， 也就是你的视频，那我们就会来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哦。好，老师就以这个视频呢来做个例子。好，我们的右边呢有这好几个功能键，那在手机呢是没有办法进行添加的，所以老师在这边一一向各位学员们介绍。好，首先是 Subtitles， 也就是字幕，那我们点击这一个你的图标，那么我们的字幕也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格式进行输入。好，如果我们希望一次过用这个文件上传来完成这一个字幕的输入，那我们可以点击这边上传文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格式是怎么样的哦。好，文件的格式是这样子的哦，我们必须要先列明第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从一开始到第四秒钟，所以这是秒、分、小时。那从一开始到第四秒钟呢，我们的字幕会出现100样厨房用具。好，那也是根据这个视频来显示的字幕啊。那第五秒钟开始呢，到第九秒钟，那就会出现铝箔纸，以此类推。好，如果学员们呢对这个文件有兴趣的话呢，老师可以转发给你们，所以你只需要修改这一个时间，还有就是修改这一个字幕的内容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到这一边，你只需要点击这个上传文件，我们点击这个点，那我们的文件当中呢有列明时间的话呢，我们就点击这一个，然后按 continue 继续，然后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电脑上上传我们的文件了。好，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谢谢大家。